你好，你好，星期一我做瑜伽，瑜伽。我做瑜伽的时候，我睡觉。星期二我做瑜伽。我做瑜伽的时候，我睡觉。你觉得我去健身吗？我不去健身，因为健身的时候我不可以睡觉。可是做瑜伽的时候你可以睡觉。星期三我不做瑜伽，我教中文。星期四我教中文，星期五、星期六我教中文。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我学中文。不不不，我教中文。我不学中文。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我睡觉。不不不，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我不可以睡觉，因为我教中文。我不想睡觉，可能我的学生想睡觉。星期天我做什么？我做瑜伽。不不不，我不做瑜伽。我教中文。不不不，我不教中文。我想睡觉，可是我不可以睡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可以睡觉？因为我的男朋友不喜欢在家，所以我不可以睡觉。谢谢。